当顾卫遇见火锅，喉咙，但它并不是某种动物的喉咙或者食管，而是猪的主动脉夹层，也就是包裹在主动脉上的那一层薄膜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回肠，管食物消化的。喉咙，猪的主动脉夹层，回肠，管食物消化。猪的主动脉夹层，管食物消化的。真相，看来老帮和顾卫是做不了饭友的。